位来宾，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年十二，我要向大家说声虎年进步，大吉大利，万事如意。众所周知，举国深受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连锁性影响，韩晓董事会、校方以及家校协会三大机构齐心抗疫，步步为营，特别用心，有目共睹。今年的第77届高校毕业典礼在线上进行，是三大机构遵守政府规定的作业程序，严格把关的决心，目的在于师生安全第一。衡江小学第77届高校毕业典礼现在正式开始，全体肃立唱国歌、周歌以及校歌。Thank you.
首先，我们恭请本校校长李凤珠校长致欢迎词，有请李凤珠校长。尊敬的韩江三校董事长 Level 3 黄志新，家教协会顾问林月腾硕士及郭敬荣先生，家教协会主席李国祥博士，各位董事会理事，各位家协理事，各位敬爱的爱心家长，各位家长，各位老师、校友以及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举行韩江小学第77届毕业典礼。我要恭贺今年172位毕业的同学，因为你们已完成了6年的小学教育，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小小的成就而自满。6年级毕业只是你们人生里程碑的起步，你们还有漫长的旅途，需要你们继续努力求取知识，增加智慧，保持谦逊及感恩的心，谨记父母和师长的教诲，将来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也为母校争光。同学们，童年是一段快乐来得很多，忧愁去得很快的纯真年代。这6年，你们朝夕相处了1200多个日子，有喜有悲，有苦有甜，有笑有泪，不知不觉中你们已悄悄地长大了。在韩江6年的学习生活中，你们在学校的细心培育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习、思想、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这为你们今后的成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相信上了中学，你们一定会以优异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学校老师对你们的期望，你们一定要懂得饮水思源，往后同学们在社会上有了一番作为，必须常常想到母校，回馈母校，帮助母校发展。而今你们就要告别生活了6年的校园，请不要因为离别而难过，今天的离别是为了明天更好的重逢。韩江小学只是你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短暂的驿站，你们将从这里出发，去发现更美好的风景，去追寻更广阔的舞台。同学们，祝福你们前程似锦，同时祝福你们永远快乐，学习进步。借这个庆典，我也对本校董事会、家教协会、校友们、所有支持韩小的家长、社会热心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及谢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感谢所有愿意和我站在同一阵线，为韩小付出、为社会教育打拼的每一位老师和职员，感谢你们的无私贡献，培育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是韩江的骄傲，韩江是你们的光荣。祝愿大家平安喜乐，祝大家明天会更好。谢谢。谢谢李凤珠校长的致辞。接下来，大会恭请本校家教协会主席李国祥博士致辞，有请李国祥博士。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寒江小学第74届线上毕业典礼。首先，我要恭喜各位毕业生完成了你们6年的小学生涯，并即将踏入人生另一阶段。借此机会，我想鼓励大家敢以追求梦想，去追求你兴趣的任何事情。就像我们2009年的校友骆建友一样，他从小对羽毛球的兴趣使他在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今天的世界冠军。当然，成功并非一朝一夕，仅凭兴趣并不能使我们成为冠军，我们必须有纪律、耐心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只要你肯付出行动，你的梦想并非遥不可及。只要你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可能现实。亲爱的毕业生们，希望无论未来有多坎坷，你们会逆流而上，最终脱颖而出，为社会、为国家争光。祝愿所有172名毕业生前程似锦，身体健康，幸福安康。谢谢。谢谢李国祥博士的勉励。大会恭请我们尊敬的寒江三校董事长 Dato Sri 黄次新致辞。有请 Dato Sri 黄次新。线上的各位董事们、正副校长们、各位主任老师们、嘉宾们、同学们，大家好，我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请允许我代表董事会祝贺各位毕业生毕业快乐。很高兴、很开心的看到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在寒江小学健康平安地成长。今年的毕业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你们比起往年的毕业生和你们的老师相处了2个月的时间，多了2个月的时间。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你们度过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小学生涯。经过了6年加2个月的努力，今天终于毕业了。这也意味着你们长大了，将要开始一段新的旅程，面对未知的挑战和环境，或许你们心中有一些期待，又有一些迷茫。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很快地克服并适应你们的新生活，并且秉持着做人的原则，不要偏离正确的轨道。同学们，相信在这6年来，老师们都尽力尽心地教育你们，灌输你们课业上的知识以及一些做人道理。希望各位同学在毕业之后不要忘记老师们传授的知识，要把所学的融入新的环境，学习再上一级新的层次，方能与现实科技时代接轨。不要辜负我们对你们的期望，努力提升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校长及老师们的付出，因为你们的用心栽培
我们才能够看到寒江一代又一代的小状元，看着他们带着梦想勇往前进。在疫情期间，相信大家都很辛苦，也需要一些时间去克服适应，可是你们都办到了。各位老师们，你们辛苦了，希望接下来我们能够一起努力，互相配合，秉持着我们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栽培出更多的人才。最后，我再次祝贺各位毕业生毕业快乐，希望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谨记师长的教诲，带着你们的理想展翼高飞。不管过了多久，希望你们都能够一直是你们母校的骄傲。谢谢董事长的水皇赐星，现在是成交毕业现金回馈母校。众所周知，回馈母校是代表学生对母校教育的感恩，本届的毕业生也不例外，以感恩之心捐献了17888令吉以表心意。我们有请龚正六郭嘉运同学代表毕业生献上毕业现金，由家教协会主席李国祥博士接领。我们也请李凤珠校长见证。接下来是学生代表致谢词，我们有请陈十六黄子善同学、黄婉韵同学以及张子毅同学分别以华语、国语以及英语三种语文先后致谢。我们有请第一位代表黄子善同学，第二位代表黄婉韵同学，第三位代表张子毅同学，有请。家教协会主席李国祥博士，敬爱的李凤珠校长、副校长，各位家教协会成员，各位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以及线上的嘉宾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一个令人难忘又值得庆贺的日子，本校171位同学经过自己6年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习，即将告别金色童年，跨入新的征程。疫情的来袭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与同伴们欢聚的时光，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在这即将离别的时刻回到我们这熟悉的校园，回到了我们共同学习的6年的地方。那沉默无语的黑板上，多少次书写了宝贵知识的地方，那遍地青葱的操场，多少次飘荡着我们的欢声呐喊，那充满激励言语的报时声，多少次提醒我们珍惜时光。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都不曾忘记，也永远不会遗忘。感谢母校，是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现代化的电教设备，让教学活动变得更精彩。歌唱比赛、书法比赛、灯笼制作比赛等，更是培养了我们各方面的才艺和技能，也给我们的课余生活再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在母校6年，我学会了不少知识，结识了不少朋友，遇见了像妈妈一样关爱学生的老师。回望过去，远眺未来，毕业是各奔东西甚至天各一方的离别，毕业是执手相握心心相印的经典时刻，毕业是一切都并非结束的郑重开始。老师们的关怀，同学们的友谊，6年里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凝聚成今日的成果。如今
我们的小学生活也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让我们在这毕业之前，牢记老师们对我们最真诚恳的期望，让我们努力成为最优秀的自己，来报答师长们对我们的教诲，报答启蒙我们的母校寒江小学。今年身为毕业生的我们，虽然只能够在这线上毕业典礼隔着荧幕与大家挥手道别，然而我依然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给彼此献上最真挚的祝福。同学们，让我们立下誓言，今日我们以母校为荣，他日母校将与我们共荣。最后，我仅代表同学们祝母校的师长们身体健康，也祝福所有的毕业生毕业快乐。谢谢。Yang berbahagia Datuk Seri Wei Sohing, Pengarah Lembaga Pengurusan Hanjiang. Yang dihormati Encik Lee Kok Siang, Pengerusi Persatuan Ibu Bapa dan Guru. Yang berusaha Cik Lee Hong Chu, Guru Besar SJKC Hanjiang. Guru-guru dan rekan-rekan yang dikasihi, sidang hadirin yang dihormati. Pertama kali, saya ingin mengucapkan ribuan terima kasih kerana diberi kepercayaan untuk mewakili rekan-rekan dalam menyampaikan ucapan wakil pelajar tahun 6 dalam majlis ini. Tanpa kita sedari, masa berlalu dengan begitu pantas. Tempoh 6 tahun dirasakan umpama semalam sahaja. Kini kita sudah berada pada penghujung tahun terakhir di sekolah rendah, iaitu tahun 6. Begitu berat rasanya untuk meninggalkan sekolah yang tercinta ini. Begitu hibah rasanya untuk berpisah dengan guru-guru yang amat dedikasi dan prihatin untuk mendidik dan mengasuh kita. Namun demikian, apalah daya kita untuk menghalang waktu untuk terus berlalu, lantaran setiap pertemuan pastinya akan berakhir dengan perpisahan. Justru itu, walaupun berhati untuk berpisah, kenyataannya perpisahan itu pasti akan hadir. Guru-guru yang dikasihi dan dihormati, jasa dan bakti guru-guru terlalu besar buat kami semua. Tidak akan terbalas dengan wang ringgit dan harta benda untuk segala bakti yang kalian curahkan kepada kami. Pastinya akan kami kenang selama-lamanya selagi jantung dan nadi ini masih berdengup dan berdenyut. Pada kesempatan ini, saya mewakili rekan-rekan ingin menyusul 10 jari untuk memohon kemaafan dari hujung rambut sampai ke hujung kaki kepada guru-guru yang dikasihi. Maka dengan ini sekali lagi, saya ingin mengambil kesempatan ini untuk mengucapkan jutaan 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guru yang telah membimbing dan mendidik kami selama ini, dan maafkanlah segala kesilapan dan kesalahan kami. Kepada rekan-rekan pula, selamat menempuh alam sekolah menengah yang tentu jauh bezanya dengan budaya di sekolah rendah. Semoga kita akan terus membina kecemerlangan dan terus berbakti kepada ibu bapa kita serta masyarakat dan negara. Gunakanlah segala ilmu yang telah guru-guru kita curahkan untuk melayari alam remaja dan seterusnya dewasa dengan penuh ketabahan, keimanan, dan ketawaan. Pulau pandang jauh ke tengah, gunung daik bercabang tiga, hancur badan di kandung tanah, budi yang baik dikenang juga. Sekian, terima kasih. Today is a special day. It is no more special than yesterday. But it is special because by tomorrow, it will be history. A quote by Joe Roderick. Good morning to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headmistress, parents, teachers, and my fellow friends. My name is Cham Ziyi from 6th Yuzhuan, and it is an absolute privilege to stand here to speak at our memorable graduation day. In my memory, when I was a naive and innocent 7-year-old schoolboy, I was handheld by my parents and entered this unfamiliar but majestic building
on the northeast side of Penang Island. It is filled with laughter and excitement. To me, it is the best place to gain knowledge. It is none other than Hanjiang Primary School, a well-known high-performance primary school. 6 years in SJKC Hanjiang was not easy for us, worthwhile with all the memories we have built together. Throwing a surprise birthday party for our class teacher was a success and wa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which also taught us the meaning of unity is strength. We even worked together as a team to produce a video for our Teacher's Day celebration. Each of us played our own responsibility to practice the song, producing scripts, and making it into video using Google Meet, as well as editing. My dear classmates, how did I get so lucky to have friends like you? We never limit ourselves when there is a whole galaxy out there. We were given tons of chances to take part in variety competitions and bring out our skills, talents, and creativity. We were even brought to the national level competitions and proudly won the top 3 prizes. Teachers, you inspire us to stand tough and succeed. We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you. God has made it possible to see through all the challenges and come out all of us with stronger and better. For all those blessings, I, along with the entire batch, am sincerely grateful to all of you. Thank you. 谢谢这三位学生代表。2022年1月28日，本校举行2021年度男女模范生的选举，共有8位同学挤入最后一圈角逐，他们是杨天勇、杨宗泽、郭维忠、张子毅、巩佳慧、谢以涵、张恩善以及李明仪同学，以上的排名不分先后。在整个竞选的制度中，有一个环节是师生投票，体现民主。八位候选人与他的助选团队拉票的招数层出不穷，精心设计的海报和精美别致的书签，派发小礼物，以及甚至录制视频，展开浑身解数，各出法宝，目的在于拉票，逐渐竞争激烈。目前全体的老师和同学们已经完成投票，我们即将迎来2021年度韩江小学男女模范生。2021年度韩江小学男模范生的竞选标志是机械人，得主是来自6J 班的杨宗泽同学。杨宗泽同学的竞选口号是磨练自己，与时并进。我们掌声恭喜杨宗泽同学。2021年度韩江小学女模范生的竞选标志是星宇，得主是来自6J 班的李明仪同学。李明仪同学的竞选口号是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事实证明，有心人终能如愿以偿。我们掌声来恭喜
李明仪同学。棒棒哒，你就是最棒棒哒，萌萌哒，你就是最萌萌哒，美美哒，你就是最美美哒，人人都把你来夸。杨宗泽同学以及李明仪同学品学兼优，积极进取，是同学们的楷模。这两位模范生在校内校外比赛也相当的出色，获得了许多的奖项，我们掌声来鼓励他们。常言道，人生的道路崎岖不平，过程中危机四伏，充满考验，然而危机必有契机，只要信念正确，勇往直前，皇天不负苦心人。至于那些没被选上的候选人，千万不要气馁，你们个个依然是师长们心目中的优秀者，你们的勤勉负责、品学兼优，我们都看在眼里。接下来的视频将为大家介绍本年度第77届172名的毕业生，请细心观赏。
园的生活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回忆和感受的地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短片，回顾毕业生在校园里的生活点滴。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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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See ya. Bye. See you guys later.充满了不舍之情。老师您就是我心中的树女，心中的阳光。我更忘不了陪我并肩作战同窗六年的同学们，我们一同走过了开心与难过，我们情如兄弟姐妹，陪伴彼此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岁月。老师谢谢您在这些年来将无穷无尽的知识传授给我们，我一样感谢我的同学，这些年他们一直陪伴着我，给我带来无数欢声笑语，也让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父母母校的天更加辉煌，感谢相互扶持的同窗们，感谢辛勤教导的老师们。怀念过去，怀念同学，怀念一切的一切。毕业快乐，奔跑吧兄弟姐妹们。感谢这些年来大家的陪伴，献上衷心的祝福，安康前程似锦，勿忘，祝大家毕业快乐。我很庆幸能够与大家一起相处，这六年里我感到非常充实，我会非常想念你们还有母校。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因此我坚信，只要在四海之内有知心的朋友老师，即使远在天边也好像近在眼前。我祝福教导我的老师们天天健康，天天开心。我也祝福在中学道路上的同学们成绩越来越优秀，步步辉煌。谢谢。 Learn from your mistakes, because every experience, encounter, and particularly your mistakes are there to teach you and force you into being more of who you are, and then figure out what is the next move. And the key to life
is to develop your own internal moral, emotional GPS that can tell you which way to go. 老师在我的生命中就像一盏明灯，使我的生命发光发热。趁着毕业的来临，我决定好好地向韩江表达我的谢意。吾爱韩江。祝大家前程似锦。再见了，我的老师们、同学们及最亲爱的母校。希望我们有缘再见。像一棵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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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波飘摇。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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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花里舞蹈。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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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我戒不掉你，像戒不掉呼吸，很长的距离。将要毕业了，一想起要毕业了，心中万般的不舍。回想起这六年的日子里，脑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许多的回忆。在这里，祝各位毕业生前程似锦。韩江是我待了六年的学校，我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的知识与学问。感谢老师让我在知识的海洋里游玩，感谢同学们让我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在这里，我要祝所有的毕业生毕业快乐。相逢又告别，归帆又离岸，既是往日欢乐的总结，又是未来幸福的开端。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却要离开韩江了。再回首是一个充满欢乐的昨天，昨天有我们在课堂上的讨论，有我们在操场上的奔跑，有我们在考场中的奋斗，这些是多么的美好，多么值得回忆。在这里，我要祝学校所有的师长们蒸蒸日上，身体健康，祝同学们学业进步，心想事成。最后，祝所有的毕业生前程似锦，万事如意。Because I'm happy.
有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中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小学毕业后，我们将奔赴不同的初中、不同的班级，去完成我们下一期班的学习。如今要离开母校的我，最舍不得大家。这里是我和好朋友们温藏最多回忆的地方。这六年的时光，我们一起经历了不少，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再见了，各位。转眼间，我已经是个六年级即将毕业的学生了。此时我想感谢校长，此外我想感谢副校长以及老师们，感谢你们这六年以来的教诲。最后我在这六年里领悟到了一个启示，就是珍惜当下，珍惜时间。谢谢，感恩。六年的时光匆匆地过去了，马上我们就要离开，离开这美丽的母校，离开培养我们的校长和老师，离开我们最可爱的同学。在这里我要感谢你们，给我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你们。Is what we wanna bring up. I wish that I could have this moment for life, for life, for life.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转眼间，六年的小学生涯即将进入尾声。小学六年有我快乐学习的时光，感谢校方与同学给予我甜蜜的回忆。我丽莹祝毕业生毕业快乐，韩晓师长安康喜乐，谢谢。我是胡贤，我要感谢韩江小学，因为提供了我很好的学习环境，祝大家毕业快乐。最后我要感谢栽培了我六年的韩江小学，让我从幼稚的儿童变成懂事的少年。感谢循循善诱教导我的老师们。再见了美丽的韩江小学，再见了我敬爱的老师们，再见了我亲爱的同学。我将珍惜和大家在母校一起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谢谢。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苦是还是暖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抚平回忆留下的疤，你的眼中明暗交杂，一笑生花。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情话，无声挣扎，不做挣扎，无谓笑话。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连同指尖踏出毕业了，我祝所有毕业生们身体健康。Yeah.
希望以后我们还能继续相见。谢谢。我在韩江也待了6年，在2022年3月，我也即将离开韩江，迈入中年。我非常高兴能在这6年里待在韩江，感谢老师的教导。谢谢。我来到韩江已经2年了，我是一个转校生，我很高兴能在韩江毕业。我想祝各位毕业生能够快快乐乐上到大学，也祝韩江的各位师生身体健康。谢谢。本校早前特意邀请2009年校友兼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冠军得主骆建佑先生录制了一段视频给同学们分享其奋斗史，借此与大家共勉。韩江小学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骆建佑，我是韩江小学的校友，也是羽毛球的世界冠军。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打羽毛球了，在小学的我早上会去上课，下午会训练到晚上，然后过后还得赶功课。现在回想，要在学业和运动之间找到平衡其实还蛮不容易的，我需要很自律的以先苦后甜的想法才能坚持下来。那些痛苦和累，那些牺牲，现在回想都是值得的。我今天的成就也不是一夜得来的，是因为投入了很多时间在练习和准备当中。就秘诀在于，当你跌倒时，你得再站起来。而在我成功前，我也跌倒了很多次。你们在学校里可能有听过这句话：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如果你还没听过的话，你可以去问问老师。当然，我今天的成就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非常感激曾经帮过我的人，教导过我的长辈和朋友，包括陈华华校长、KK 主任、第一、第二副校长、老师们和我的朋友们。有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才会有今天。同学们，最重要的是要自律，要付出，尤其是在成功后，要更加的饮水思源和感恩。千千万万不可以骄傲。我想要用这个讯息来鼓励大家，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朋友、学校跟家人带来更大的光荣。谢谢各位，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毕业生的才艺表演。
起来真好看。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浪，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哟
现在，请全体毕业生唱毕业歌。
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醉意有个我。有人说，人可以成为自己幸运的建筑师。愿所有的毕业生在前行的道路上，用自己的双手建造幸运的大厦。祝福你们。各位，离别总是伤感的，感触万千。这么多熟悉的面孔都将慢慢地走出我们熟悉的生活圈，甚至从此走出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注定只能在彼此生命中当过客。六年匆匆，同窗一起欢乐度过，将会是未来日子最珍贵的回忆，哪怕只是匆匆。所有关于青春的记忆，这里的欢笑，这里的泪水，永铭心中。各位，涵江小学第77届高小毕业典礼以及颁奖仪式已经告一段落，感谢毕业典礼筹委老师的台前幕后的精心策划。在此，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化为最真挚的祝福，祝全体的毕业生学业进步，身体健康，鹏程万里，锦绣前程。祝观众们新年进步，虎年大吉。节目的尾声，让我们一起来观赏毕业生的合唱歌曲《起风》。再见。